當配藥嘅同事咧喺個 PDA 度揀咗需要側邊隻藥之後咧，其實相應嗰個 tag 就會著燈啦，咁提示翻同事喺一個正確嘅位置啦。咁其實執完之後咧都要scan 翻上面嘅 2D barcode 啦，咁同個藥 match 咗係啱嘅藥咧，佢先至會熄燈嘅，咁就確保翻個準確性啦。咁其實喺 scan 個 2D barcode 嘅同時咧，都會 capture 咗嗰個藥嘅批次啦，同埋到期日啦。咁就等第日譬如可能要做藥物回收嘅時候咧，就更加方便我哋咧可以準確咁樣去 trace 翻。咁當藥劑師喺電腦嗰度verify 咗個 order 之後，就會直接 send 去呢部機度啦。然後部機咧就會自動咁樣跟翻病人嘅服藥時間咧，就製作呢一啲嘅餐包啦。咁其實一包裏面咧就已經包含咗嗰個病人喺嗰個時段所需要食嘅藥物噶啦。咁如果想知道自己食咩藥咧，咁都可以睇翻呢個盒上面嘅資料啦。咁上面都詳細咁列明咗每一隻藥物啦、點樣食法啦、幾時食啦、注意事項啦，同埋都會有翻個藥物嘅相片喺度咧。咁等病人可以容易啲對照翻裏邊嘅藥物啦。呢部咧係一部反重力嘅跑步儀器嚟嘅，咁佢用一個氣壓嘅技術啦，將一個病人嘅體重咧減輕。咁咧對佢嗰個身體嘅康復啦，或者可以減慢佢肌肉萎縮啦，同埋整個康復嘅進程咧都會加快咗嘅。呢個係一個步姿分析嘅跑步儀器嚟嘅。咁我哋咧就可以用一個裏面嘅內置鏡頭啦，分析個病人嘅身體啦。咁呢啲數據咧就俾醫生啦、物理治療師咧一個好好嘅客觀數據，等我哋可以同個病人啦或者佢嘅教練去溝通，知道點樣去同佢做訓練，亦都可以咧知道佢康復嘅進度。第一個元素咧，我哋就叫智慧醫療。佢嘅特色咧就係全電子化、無紙化嘅病歷記錄。第二個元素咧就係叫做智慧服務。佢嘅特色咧就係利用個流動嘅電子科技咧，係去陪伴同埋支援住成個病人嘅旅程。第三個元素咧就係智慧管理。個特色咧就係利用成個物聯網啊，係能夠咧係將人機物嘅溝通咧係能夠連接起上嚟。